今天啊，我们小区啊，一对北京夫妇啊，今天要把他们的爱犬啊，送给部队啊，来抚养。来，这边。这个爱犬呢，是马犬，啊，站在，好，停这儿吧，停这儿吧。嘿，老哥，过来了啊。来来来，啊，这个马犬可很有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品种啊！站住了，站住了，站住了，站住了啊！哎呀，这狗你们养了多久了？9个月。9个月了是吧？9个月就这么大呀？你们好。啊，不拍你们，不拍你们，好好好。然后，这马犬啊，咱们好送，好，把这情况给你们说一下吧。哎，我们就在小区的，对，姐把这个好多的食物是吧？狗肉，这是平时给它的鸡肉，啊，鸡肉啊，还包呢，还。哦。这样的玩具，那个，隔一段时间给你拍个照片啥的啊，你那个能加个微信，到时候给我发发，加了，发。那我待会儿把微信发给您吧。视频什么的。啊，对。啊，那个还有一个，我就想说那个，如果要是万一要养不了，那个什么就，如果万一对你如果不想养，再给他，对，给他们通知一下。不吃肉了，养了8个月了，从1个月开始养的，这么点儿开始养的，在这儿养了8个月了，9个月，他是4月21号的生日。好的。啊，都舍不得。我说这是我这样。哎呦，小伙子们都挺喜欢是吧？这个。对，我们可精神了，特别精神，然后还特别。隔段时间到时候给你发个照片啥的。他都懂，然后那个现在坐下握手，然后趴下什么的。搁这儿一拍就靠，都会啊，对，就是他现在有点什么呀？他不咬人，也不咬狗，但是有时候扑人。他不咬，他现在不咬，对，他就是有点扑人，那个小孩似的。对啊，大哥你舍得吗？把这狗？哎，说动不了，拽着我拽一跟头。那年纪大了拽不动，这狗你看，纯种的，这是叫比利时马犬是吧？比利时马犬。9个月了，这个送到部队也放心是吧？对，就是因为部队才放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送给个人肯定不放心。反正你们千万别给我们吃了，你要说不能不能不能，你要说吃之前你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回来接来都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没事。这狗粮我也带了，狗粮啊，对，狗粮也带了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博朗啊，博朗啊，博朗！哎呀，你看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哎呦，很老实。博朗，啊，你给拿下来吧。女主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大姐拿狗粮去了。好嘞。怎么长了这么大个了？你像我们家那小狗就好办啊，小一点。玩是好玩，咱们大操场上玩去。对。小伙子喜欢这狗吗？那我们牵啊，行，你们牵走就行。对。哎呀，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么多狗粮啊！吃完狗粮。没吃完狗粮，你们接一下吧。对，好，好了，好嘞。谢谢你了啊。如果等你们以后养熟了，特别熟的时候，我能过来看看吧。就暂时我先不看了，怕你们打扰你们。到时候以后养熟了，我过来看看，好吗？到时候我跟领导说说，过来的时候我跟领导先说说工人。啊，行了，在外边看一眼就行。对，再看看，对，就是养了怎么养？养了8个月、9个月的狗，对，看一下，哎，啊，他不养了，不
过着磨的。你就叫他伯朗，伯朗，你叫他。他叫伯朗。叫伯朗。啊。他九岁，他小，他不懂养。对。多好的一条狗啊！我们这回给他在外面弄个地方吧，咱给他弄个窝什么的，嗯、对对对，铺的要没有我都有，有什么那个有铺的有铺的，啊，交代给了小伙子了，啊，新主人对。你真听话什么的，伯朗，拼搏的伯，朗朗晴朗的朗啊，伯朗啊，拉都拉不住，是我们俩都拉不住他，他有一只小狗就拉不住他，就觉得哈有点力不从心，但是人家确确实实养不了，就跟我们说我们再拉回来啊。谢谢你们啊！没事没事，到时候安顿好了，到时候给你拍照片干啥？好嘞好嘞好嘞。好嘞好嘞好嘞，那行，那就他们就放心了，这样、嗯、是吧？谢谢你们。这样有在部队养的话，要听首长的话，别把脾气发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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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行，好嘞，再见了啊！过年几天不吃饭，给气的。没事，没事的。哎，他咬那咬坏了呢，能咬坏了？咬了啊，咬折了好几根了，特意给你拿了一个这个铁的这个不锈钢的，嗯。不浪听话啊，不浪还行，嘿，你天生是个哥，对，咱不拍你们脸啊，光荣了，工作犬嘛，它本身就是工作犬，对对，警犬，警犬的一种。你再我们看出来，摇着尾巴啊，恋恋不舍，哎呀，坐坐，不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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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坐，坐坐坐坐，他可能知道，没事没事。哎呀呀呀哎呀呀！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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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大个儿啊！这个真是个儿够大。好，再见了再见了啊！行，咱们不能拍他们的脸，都是军人啊。好了好了，这么心里怎么想？啊，心里什么滋味啊？流眼泪了。是是是。这肯定是难受，要几天，这样也放心了，这个踏实了，啊，你看，对，还得，这狗还探头身看，哎呀，你看，对对对，赶紧走吧，对，好了，行了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啊，这么好的一条狗啊，送给了部队啊，这主人也很放心啊。部队的士兵们也很高兴啊，有这么好的这么大一条狗，也可以帮他们看家护院了。